哎呦，好亏哦！好有想法。我靠！啊？你认真？会不会太猛啦？这人是峡谷王者了吧？我觉得他好猛哦。哎呦，你不要给我这么大的压迫感啊！哇！钻石白金局，哎呦，打野玩一大师，很讨厌一大师打野，好久没玩这账号了。怎么会走那边呢？嘟嘟，这是什么？钻石场有点怪怪的。这塔龙亏大波线了，这塔龙是个狠人呢、欸。阿杰，不来吸经验。这个眼的好处啊，这个眼差这个入口来多一点点。可以看到这边的视野。OK，塔龙落炮车，靠腰位落炮车。轻轻松松。这样就交大了。靠你啊！大陆有头，那我们来了。刀闪。
可惜。哇，这辅助玩得蛮好的。哎呀，哎，暂时都这么强吗？今天可以点的，说实话。哇，阿龙死掉 ，nice！ 那双人组不应该来下路的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拖了。哎呦！他是走路记得看路啊，这套真的超猛的，是赛尔斯这一套。我昨天打路符的时候遇到一个水火赛尔斯，小号赛尔斯在电一，他用这个符文跟这个玩法打到电一680几分，相当于台服精英600多分，超猛的。我失误了。我的 Penta 没啦，姐姐，知道要不要打 BO？ 哎、欸，我知道是钻一放下来的，应该不用打。知道就出这个火箭腰带，然后炽电子拥抱，然后再暗影之眼，然后紫帽，也可以出惊人。